别睡了，别睡了，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我是 OPPO 国的小王子。这次来到芒果国是为了完成我的任务，保护我最心爱的人。可是真的王后只是一个其他国的王后而已，我和她非亲非故，无冤无仇，我怎么会杀了她呢？反正你们要相信我。这周五12点，本王子就要去参加 party 了，你们要来吗？不一样的王源，给你不一样的惊喜。